介绍一下。要。加油。要。我叫李富坚，我是你是哪国人呢？你是哪、啊、你是哪国人？中国人。我知道了，哪里？黑龙江。你几岁了？十岁。九岁。你喜欢的玩具吗 ？Yes。还有最后啊，最后一个。OK， 完了。拜拜。拜拜。